中美有貿易戰是一場什麼的戰呢？是一場什麼的戰爭呢？是不是純粹一個經濟的戰爭那麼簡單呢？有些東西就我們會被很多的枝枝葉的東西遮住對眼就搞不清楚的。最近呢就這個 CIA 呢，就這個中央情報局呢，就有一位即官員呢，這位是東亞事務的東亞任務中心的副主任，這個即柯林斯呢，就在上個禮拜的就一個國家安全的論壇上面呢，就發表了一篇這樣的文章，我覺得呢很值得拿出來講，因為呢這個反映到美國真的是美國人對於這個中國這個大國崛起這個強權怎樣看，而呢是從側面反映到呢為什麼特朗普上台突然之間要發動對中國的貿易戰，咁呢場貿易戰其實係一個偶然咧，一個必然嘅咧咁樣。咁啊，呢位柯林斯咧就係咁講嘅，佢話咧中國咧正喺度不動聲色咁樣咧對美國發動冷戰，想取代美國成為全球嘅領導強權。佢話咧讀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啊最近寫嘅書咧。書裏面很明顯是將美國視為這個競爭的對手，競爭的對手特別是針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幾句的說話。好了，這位這個美國新聞網絡訪問了這個柯林斯，或者引述他在一個安全論壇那裡就發表了講話，他就這樣說的，他說中國正對我們即美國進行基本上是一場冷戰，這個 Cold War 這場冷戰不像我們和蘇聯的冷戰，但在意義上面是冷戰來的，就是一個國家傾盡一切資源，無論是合法抑或非法，公開抑或不公開，在經濟或者軍事的手段來削弱另一個國家的地位，很清楚的，那個 definition 那個定義很清楚的。再讲一次，他说这个冷战就不像和苏联的冷战，不过都是冷战，这个国家倾尽一切资源用这个合法或者非法的手段，公开或者不公开，从经济或者军事的手段来削弱另一个国家的地位。柯林斯就说北京是不愿意发动这个军事上的战争，真正的战争和俄罗斯较为大肆宣扬的做法不同，中國是用巧妙施力，那些叫做巧實力，在世界上其他國家考慮其政策的時候優先考慮中國而不是美國。柯林斯就說你看過習近平的書，他說很明顯中國已經設定了美國和美國代表的價值為競爭對手了，而且中國是比俄羅斯推進得更遠。 OK，另一位就是前任的助理國務卿董雲常，董雲常這個名字覺得很好，是吧，譯得，是吧，女士來的 Susan， 他就說中國人很懂得把握機會的，在同一個場合這樣說，當在911事件的時候之後，當美國的這個眼光轉去中東，以及後來處理經濟危機的時候，中國就大舉發展了，美國應該呢做回原先擅长的事情，我们的软实力比中国强得多，中国其实是没有好像美国这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的。这样他说，柯林斯都说中国的合作伙伴是不想采用中国的体制的，这个就是美国的官员，美国的官员去評斷或者去
觀察中國而家想做嘅嘢。咁當然咧，呢個亦都係成為咗美國嘅政府，今天嘅美國政府個特朗普政府對於中國嘅一個判斷或者睇法。呢個對於中國判斷嘅睇法咧，去化成一個具體嘅政策咧，就係用盡任何方法去防止中國會取代美國在世界上面的影響力。中國的回應呢，中國的這個人民大學的國際關係學院的教授，其中一個回應呢就說呢，他說美國國內已經是形成了戰略的共識的了，認為中國是挑戰者，從核心技術、核心制度、核心價值理念三個方面是挑戰美國。但其實中國只是推進自己的發展，因為歐洲、日本這幾年來對美國的威脅不大，只有中國在各方面對美國的距離拉近了，美國要維護自己的優越感，絕對不做世界第二，所以必須要鎖定中國為目標。這位教授，中國教授說，柯林斯讀過，既然讀過習近平的書，但他是誤解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個講法。他說因為美國沒有歷史，領導世界僅僅是幾十年的時間，所以感覺到中國這個歷史大國的發展有強勢的領導人，感覺到緊迫，覺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衝著美國而來的。他說美國這個冷戰的說法是賊喊捉賊，是美國希望中國發展新冷戰而不願意承擔責任，因此發聲指責中國對美國發展新冷戰。美國是先錯誤預設了中國的目的和戰略企圖，然後再找證據證明預設的正確性，此屬於疑論道府。 OK， 即是經常懷疑，即是他的鄰居偷了他的東西，是不是呢？是不是疑神疑鬼？是不是賊喊捉賊呢？當然企喺唔同立場嘅人一定係唔同結論或者唔同嘅研判嘅，好簡單嘅啫。西方世界點解對中國有咁多猜疑咧？實實在在係存在住喺度，即係唔係子虛烏有，唔係草木皆兵嘅，唔係呢個風聲鶴唳嘅嘢嚟嘅，係咩咧？例如喺南海填海做島，設置好多嘅軍事設施，呢啲軍事設施咧，俨然咧好似一個航母艦咁樣，個威力可以大過航母艦。對於喺東南嘅國家構成軍事上嘅威脅，呢啲國家咧傳統上邊係美國嘅盟友，即使唔係美國嘅盟友，譬如越南都好啦，都因此而咧喺不理前嫌啊，不顧呢個美越之間嘅呢個这个血海仇深都将这个美国的军舰去重新去引入去这个越南的这个军事的港口上面。为什么？因为他怕中国。因为中国这种军事威胁实实在在存在他的家的门口前面。OK？ 不单止是对美国的传统盟友，包括对美国的敌人都怕。还有一带一路呢，一带一路發展到今天，即係完全幾乎唔顧成本地為即係呢啲咁嘅比較相對比較落後嘅國家搞呢個基建，呢啲基建有用冇用另一回事。起橋、起鐵路、起公路、起港口，而當呢啲國家爭中國一屁股債嘅時候，還唔起嘅時候咧，就要用其他嘅嘢嚟抵償，包括租用呢個好重要嘅港口長達99年。包括即是无条件地交出他的矿产。OK？ 你欠我钱了嘛，我当然要这样做了。这些伎俩呢，帝国主义国家一定是在做的。美国是做过的，英国也做过。现在中国来了。大家都会问呢，喂，中国现在屹立在大国之林，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我都说这些事不是可以与不可以的问题。这个不是道德判断的问题。即很多我们的五毛的呢個聽眾觀眾寫上嚟，你站喺咩立場啊？你咩中國人立場？我冇站喺咩立場，即係帝國主義做得嘅嘢，點解我唔做得？呢個講法係廢話嚟嘅。帝國主義做得嘅嘢，你都做得。不過如果你有實力做，你要繼續做咯。但係人哋要反擊你嘅時候咧，都係講實力；人哋禁止你嘅時候咧，都係講實力，唔係講道德。
你還啲咩賊喊賊喊捉賊啊？你自己都係帝國主義啦，你自己做啲咁嘅嘢啦，點解要話我冇意思呢個講法？當我個權力夠大嘅時候，當我實力夠強嘅時候，我 muscle 夠多嘅時候，我做得你唔做得。黑社會就係咁樣噶嘛，國際政治就係黑社會政治嚟噶嘛，大家知道係嘛？所以今天 CIA 呢位官員呢個講法，其實係好清楚咁説明，特朗普發動呢場貿易戰唔係貿易戰，唔單止係貿易戰，同時係科技戰，同時係經濟戰，未到軍事戰，可能係跟住落嚟係貨幣戰。目的只有一個，清清楚楚，就係防止你，要壓制你去挑戰美國嘅霸權。美國唔可以做第二喺全世界，好清楚。講得好白，其他嗰啲咁嘅包裝嘅嘢，嗰啲咁嘅花言巧語，完全冇意思。我就要打殘你，我唔俾你挑戰我嘅權威，唔俾你挑戰我嘅霸權，因為我係世界第一，我今天第一，過去第一，將來都係第一。我唔理你話你誤解咗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嘅中國夢啊，係咩啊？你冇呢個歷史啊，冇意思。你復興我就要喐你。无头就打，这个就是美国的策略。问题就是，大家要面对这些事的时候，大家不要打嘴炮，不要在道德上面 在公共场合乱地喊，而是你要问自己，你有没有实力去应付这一场战争？ OK， 那现在的策略是什么呢？我看到有两个我可以值得拿出来讲的。中国，你现在习近平去了这些即是小国，非洲啊什么的国家去了，中国是搞紧唔系大国外交，搞紧小国外交，因为佢联欧抗美基本上是失败，于是咧喺外围同呢小国联系 ，OK， 继续维持佢嗰个外交上面嘅策略，譬如一带一路啊等等。但系问大家就要问呢个问题：当美国继续向你发动贸易战，甚至系科技战嘅时候，你啲小国外交有冇用？系咪足以应付呢个局面？呢个残酷嘅局面？虽然中国现在是移向小国 ,OK, 亚联酋这个卢旺达，究竟我想问有没有用，有没有足够的能量去应付特朗普这个傻佬的攻势？这个第一要问。第二，对于他内地本身的权力斗争 等等来讲，人权的斗争会不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现在有最新的讲法嘛，被视为习近平很重要的人，中国的副总理、财经的专家，这个金融的专家刘鹤，最近见完中欧的峰会，在中欧峰会亮相之后，有人说他已经靠边站了，是不是呢？有很多公开的场合刘鹤再不出来了，是不是呢？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嘛，就是里面发生什么事，透明度那么低，咁低，大家都要问呢个问题，系咪咧？咁系咪对于中国嘅权力斗争喺中美嘅贸易战里边，对于中国嘅权力斗争已经产生一个冲击嘅作用咧？呢个所谓权力斗争产生冲击嘅作用咧，系对于坐喺高位嘅最高位嘅最高当局个权力稳唔稳咧，系有个好大嘅影响嘅。最近有好多所谓去杂化嘅一啲传闻。包括他那些瓦落架啦，咁就話因為咧驚住潑墨嘅事件喺中國重現啦，嚇！而家個講法就話咧，十九大嘅標語唔好掛啦，全面落架啦，真唔係咧？而家網傳就係咁樣，即係話咧呢啲微妙嘅變化，我哋都睇到，似乎特朗普嘅攻勢咧係會產生緊呢啲效果。啲效果嘅意義背後係咩嘢咧？係咪反映到其實從真正嘅實力方面，相對於美國喺中國眼中都睇唔起呢個小弟弟嚟嘅啫嘛？你都冇歷史嘅，其實中國嘅實力相對於美國係咪仲差好大截？根本唔能夠硬碰咧。所以有好多問題上面，不如諗一諗喺策略性上面退退，韜光養晦。再重新嚟過咧，咁我唔知道真正嘅情況係點樣，但係我見到個衝擊已經出咗嚟啦。會唔會有更進一步嘅？當特朗普話我大你5050億嘅時候，
你可能会出现一个更加戏剧性的变化呢？咁又系嗰句，边走边看啊！心地好快咧，就已经跨过一千集啦。一千集咧，就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嘅。大家都知道咧，喺香港今天嗰个政经嘅环境越嚟越恶劣。政治打压啦，媒体归边啦，大话连篇咧，咁样讲真话嘅人咧系越嚟越少嘅。嗰啲咧就向主子浅味擦鞋嘅人咧，就真系可以咁讲，遍地开花。我哋呢种不识时务嘅声音咧，只占少数嘅，而且系咧淹没去一片歌功颂德嘅汪洋大海里边。唔知道咩时候啊，突然之间就好似我喺呢个主流媒体嘅烽烟节目咁样，砰一声。会被禁声，心直口快咧，有机会咧系会人间蒸发，消失喺呢个地球。我咧就抱住一个咁嘅心态嘅，做得一集得一集，你哋咧听得一集得一集。虽然咧就好似好消极咁样，咁但系如果要继续坚持落去咧，都需要好大嘅勇气嘅。我喺呢度咧就对睇心直口快呢个频道嘅观众啊，同埋呢一个实质支持我嘅观众咧。致以衷心的感謝，只要你們繼續看，我就會繼續做，只要你們給多些的鼓勵我，我就可以繼續堅持下去，繼續為大家發聲。你們可以呢就訂閱這個頻道啦，你看這個 YouTube 的時候，你看到以下你的手機或者螢幕的右下角的這個符號，你按了之後就可以訂閱的了，有新片呢就會通過電郵去通知你的了。你都可以用 PayPal 去支持我嘅，有一个月定计划，用呢个网址咧，又或者一次个付款都得，都同样系 PayPal 嘅。冇 PayPal 唔紧要，汇丰银行嘅 PayMe 都得，用93315439啦。又或者八达通嘅好易俾啊 ，OEPay 同样呢个电话93315439，又或者 Tap and Go 拍住上，亦都可以咧用同样嘅方法咧去付款噶。冇呢啲户口唔紧要。用划线支票写我名寄嚟呢个地址我都会收到嘅。用银行户口得唔得啊？得，你用 Facebook 嚟 PM 我啦，我哋会话俾你听个银行户口噶啦。心直口快咧已经跨过1000集啦，好多谢大家继续支持，心直口快。